其实这角色蛮难选的，因为不知道，有些都不知道他的长处是什么，他的那说优势啊。各位亲爱的兄弟朋友，大家好，下个给阿里贝送游戏的是《野生之地》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精美的画面啊？我们光辉电台跨界是陛下比棒嘞。好，开始啦！地球公园2019年，好酷啊！这个是什么巴士吗？还是太空桌？好，来先选个角色啊。第一个，这个是谁？军人。这个是近战型的角色，来看。第二个，这是谁呢？白领族啊。白领族感觉没什么用咧，来看第三个求职者。其实这角色蛮难选的，因为不知道，有些都不知道他的长处是什么，他的应该说优势啊。技师制作武器，好无聊啊！主妇料理，不太喜欢。这也是军人。又是祖父，求职者，学生，真的什么都有哎、欸。乘服员，太酷了吧！技师，务农的，农夫，那只是谁？乘服者，白脸族。为什么没有女军人呢？可恶啊！哎，这是女军人吗？感觉是哦。好，决定是你了。哦，酷，餐车，到餐车吃东西。酷、哦，这太腻了。Oh, no. Excuse me, my knuckles fell into the红你真啊，还要帮他找东西，什么鬼？餐车到底在哪？啊，找到了！吃个汉堡吧。啊，不错。喝碳酸饮料。Hey there, what can I get? Oh, I got her a soap.好酷啊！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像有点紧张哦。
感觉有点像那个电影的剧情啊。好像有点紧张啊。OK， 准备武器了，要来打人啦。什么？竟然是恐龙？可恶！要单挑吗？哦，可以自动战斗，太棒了！先点击防御。防御恐龙攻击，再用空档攻击。哦，这么有点复杂。还是更大的恐龙，太恐怖了吧！就这么大只，我的斧头应该对它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吧？看，嘴巴这么大、啊。哇，这动画也太写实了吧！原来现在才是正片开始。哇，这是侏罗纪公园。先跳过影片吧。还要来创角色、啊。OK， 就是这个我喜欢的。点电脑了。OK， 这个颜色不错。外貌，外貌来选一下。头发。包包头，这马尾感觉不错哎，长发。
哇，就这个吧。就这个。哦，法色那个大粉红，哦，这个不错，哦，肤色，哇，这白一点好。讲吧，服装嘛，蓝色好了，水蓝色的。对，蓝色配红色不太奇怪。嗯，来个粉红色好了。嗯，不行，黑色好了。咦，没有黑色，奇怪，黑色。黑色配粉红色，完美。德州蓝色吧，眼睛颜色红的，嘴唇 OK， 就这样子吧。角色名称。OK， 就这样。赶快开始游戏！哇，来到一个什么地方啊？先跳过吧，不能跳过，麻烦。人工呼吸，站得起来。变成你的话就会死了。哦，这个玩起来有点像那个明日之后。就还是要吃东西那种生存游戏。Okay, just Pia, she knows the way. Oh, I almost forgot. 接下来要去哪呢？未知之地。跟着狗移动，怎么感觉有点恐怖啊？每次只要跟着狗移动，都不会发生什么好事情。通常游戏的设计都是这样子的。采集热带水果啊！怎么反而出现敌人呢？选巨人就是要打打杀杀的，不是吗？怎么会来做这些？农夫做的事也奇怪耶，跟着大路神一起移动到北边。哦天啊，我像我这种做生存游戏比较没兴趣的玩家，可能会真的玩到睡着。
寻找淡水。OK， 我们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淡水在哪。这就是淡水吗 ？OK， 什么时间喝？太饿了吧？好险，这只是游戏。沐浴，还要沐浴啊！天哪！天啊，他也洗太快了吧！看起来只是泡水而已，真的有沐浴到吗？一起移动到北边。狗太会跑了。哎，刚才那是龙哎，酷哦，这超大只哎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个是电影才会有的场景哎，我第一次玩过生存游戏还有恐龙的，超酷，好险它不会吃人。呵呵，没有，超帅的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。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赶快来下载看看啦。想看更多游戏，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叫做羽根羽毛的羽，大写的 G。想看完整版影片，就订阅我的个人频道，叫做 Alice Arkham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